好，台东县队第一棒呢是背号九号的邱彦祖。邱彦祖呢是国中二年级年尾的台东县队的先发左外野手。邱彦祖来自卑南国中，毕业于卑南国小。天地都快球。叫金梅光又见双城，哈哈哈哈。来，接下来。哦，马维，哎，马良，妈妈，嘿，马中秀午安，台东县加油，余安成午安，嘿，大力火友，大力火友，来来耶，好球，在两颗坏球之后塞了一颗好球进来。投手投出对棒带到了左半边，界外去了，两好球，两坏球。打进出去，中右外野交接地带落了地，形成安打。现在有没有挑战二垒？没有。邱彦祖站上了一垒，第一支安打，第一棒就来产生了哈，第一棒就站上一垒了，哇，这次哈两队呢，胜部的冠军嘿，真的是毛起来了，不用再下去败部这边，哎，夜长梦多。